这一套是3800的配置啊。咱们配的都是4寸的马修斯减震器啊，这减震器效果特别好，而且携带也方便，不会感觉着长费劲啊，这东西非常不错的，减震效果非常非常好。弓片减震器也装好了啊，骷髅的弓片减震器，哇操，更显得霸气。因为这个拉锯属于老铁的拉锯，他的拉锯啊，1.75米身高，比我拉锯要大，用起来有点感觉不太好。但是很稳定啊，也能够连中目标。没问题啊，这弓非常稳定。非常非常稳定啊，给老铁测试啊，10米距离啊，正中。略微低了一点，瞄的问题啊。中，中，非常稳定啊！这是老铁的弓，他的拉锯是身高1.75米，比我的拉锯它要长很多啊。用着不太习惯，但是呢，还是能打出稳定的弹道。又中。好，非常稳定，老铁，等着明天接货吧啊。